持续为您守候在宜兰的现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呢，在宜兰头城这边，风势雨势都还是非常强劲的。而且呢，这个风雨呢，从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观察到现在，其实呢，这个风雨都是没有停止或是减弱的状况。而且我们再来看到旁边呢，就是平常大家来这边观光的冲浪胜地，就是乌石港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旁边的这个海浪，一波一波的拍打到这个消波块上面，还有拍打在这个堤防上面，掀起了很高的浪花。以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这个浪高是相当高的，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，在宜兰头城这边的海域测到的浪高已经到了9.1米的高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浪高真的是非常的高，一波一波的往岸上拍打，9.1米的高度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吓人，因此今天的海况真的是非常的不佳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头城这里呢，还是呢再提醒各位观众一次，因为宜兰县今天呢还是停班停课的状态，因此民众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。